林长是公所上基层的服务人员，更加是宣传政策、传达民意的重要管道。罗岗镇公所伫代表会支持之下，特别变的医生买体美给林长，作为为民服务的工具。公所伫今仔日举办致敬仪式，镇长嘛特别感谢每一位辛苦付出的林长。为着体谅林长的辛劳，罗岗镇公所特别变的医生买体美，作为林长为民服务的工具。林长哦，那咧骑这脚踏车哦，这個、安全的问题哦，所以咱公所嘛想讲哦，真重视着讲有针对到这电脑，而且电脑佫多段式的吼，佫有安尼就是长照的，还佫有闪烁的吼，佫有这闪烁的吼，所以这规个段式的这电脑以及哦，咱佫有这喇叭吼，讲伊拢有爱佮装箱哦，还佫有这充电器拢来退在里边收好，我因这在使用上嘛感觉较方便啊。啊，个有这传统诶，吼、哦，这传统闹钟，吼、哦，啊，个有这电子诶，吼、哦，这种。镇长表示，罗岗有31个里，592位镇长。表示是公所业务甲政策的推动，拢是镇长协助宣导，并且欢迎基层的声音。为了体谅镇长的辛劳，伫个代表会支持之下，公所特别变了医生买体美。有了这台公务体美了后，和林长在服务的效率和品质面顶会当更加提升，同心协力为民众来服务。啊，咱鹿港吼有31个里，有拢总592位的这个林长，会当吼在林长吼啊为咱来呢里内以及咱公所啊推动吼真侪吼咱来公所的一寡这安尼。即、这个政策个推动吼，啊，真正非常个协助，啊嘛协助咱里长，等于嘛是咱里长个分身，啊，为咱个即里面吼，安大家安甲里长吼，安尼共同来安尼一个服务，嘛会当讲减轻咱公所真侪安尼即个负担，所以吼啊嘛真侪里长反映讲吼，他们吼啊比较吼安尼即个居住的邻别吼，很多人吼做个住户，会当讲啊即个距离也非常长。那为着讲啊，还是要服务吼，啊，拢着啊去等到囡仔下班，啊，才有法度透过囡仔安尼甲载载来吼，发送一些吼，啊，咱公所吼咧推动的一寡政策的一寡宣导单啦吼，还是讲即个选路的工课，而且生意单啊，所以吼，即个欢迎了后，啊，经过吼咱公所吼，边界的吼，安尼即个安脚踏车一个机会，受到吼咱代表会咱的主席、副主席代表的肯定。啊嘛，感谢因的支持，会当讲吼，今仔伫咱公所吼来致证吼，啊咱这里里长的一个脚踏车的一个捐赠活动，希望讲有这脚踏车会当吼协助我们里长吼，伫个来推动吼这一些真正的吼啊在抗疫，买当吼更加的一个落实，会当嘛咱跩里长更加也方便。公所体谅里长的做法，里长是非常认同，未来里长伫执行公所业务的时阵，会当更加便利。鹿港镇公所今天是李林长的那个脚踏车捐赠仪式哈哦，我们鹿港镇公所这次招标的跟县政府招标的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这台脚踏车哦价值4000块哦，然后让林长哦服务地方的时候可以比较方便这样子。在林长大概学到啊，咱的镇长咬车。啊！伊咧卖物件哦，拢计足清楚、足清楚个，干那跩物件安尼，伊安头壳想安尼，迄有用心要送，吼、哦！啊，甲无用心要送，像安尼就有用心，啊，人摕转去个人，大家学落啊。林长是基层服务第一线人员，佫较是传达民意个重要桥梁。罗岗镇公所送林长体美，嘛，予林长伫执行业务个时阵，会当佫较有效率。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蔡宏报道。